大家好，我是樂君睿電視台的主席樂君睿，因為我會介紹一下位於樂君睿電視台位於沙田的總部入面究竟有啲乜嘢設施。首先呢度就是我嗰張電腦台啦，而樂君睿電視台擁有多個購買翻嚟嘅影碟嘅。之后呢度就是乐观嘅电视台嘅门口啦。认住呢度门啊，搵我嗰阵时要认住呢度门啊。之后我哋有原线嘅相机，呢个系录影机。呢部就系 Olympus 数码相机。呢个就系 Casio 数码相机。拥有1400万像素。呢度就是乐观睿电视台的娱乐设备，俾我啲员工享用噶。顺便提提，乐观睿电视台而家系搵紧广告噶。如果嗰啲兴趣者有意将佢哋嗰啲产品喺乐观睿电视台嗰度卖广告嘅话咧，佢哋可以去乐观睿电视台嘅总部嘅广告部搵有关人员卖广告噶。而你都可以喺乐在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找乐君睿先生，是乐君睿先生的。乐君睿电视台总部设施介绍完毕，再会。